他妈是出了奇。
Thank you.
妈的，大船不能中枢，这个地方是真的烦。那我怎么追他呀？他他妈在这一苟着我，你又不能中枢，还得放他走。
六鬼是我快的。谢谢风清凉开的生之守护。哎，我看见了啊！哎，完了！早知道刚才就用头修了，不放娃娃了。看他一脸要闪现的样子。娃卖了，卖了，卖了，卖娃保命，不然我要去世。都不下了。看给不给鸟。三台。调香一台，限制一台，哦，佣兵好像打算把护臂给我，哎，娃娃吗？球吗？好啊，接起来。他搓了个球给我，全速修机了解一下。他要飞我，我立马开球跑。杀一个怀表机械师，假的，他不会飞的。假凡，我带假凡。要好了，要好了，要好了。大心脏，我要找挂板子，不然他要 IF 了。哎，放我走吗？这么好心，告辞。
好像平了，不可能。涂在脸上，海边，好像是黑白。杰克，还是金皮的。哎，来修啊，来呀、啊！哎，这现在跑什么？我不修这台啊，绞肉机。我要去救人，救人的话太伤了。哎，他看到我在修，他就跑了。先给鸟啊，可以。枪是可以啊，又火了，还有一瓶香水。他正好在双十一，我修完我可以去给他头来几下。餐饮杰克。等无人呢，想卡锁。曾经我也是这么玩的，直到有一天有一个人话在这边卡了个位，然后我也没这么玩了。不认空了，加上你十几秒的 C， 炸了。这样说，十几秒的 CD 你隐身不了来着，然后他就进入隐身了。还差一台角落电机，我的那一台。先知应该会补吧，先知补，结石救，娃娃修，调香师修，游戏结束了，把他往船，把杰克往船上带啊。不追，那我就往娃娃那边靠，死了还能叫娃娃的字摸一下。我还有个怀表。哎，这怎么亮了？那还有一台吗？多修了一台啊！插眼。枪。
结石在哪呀？结石来了，那走了。要结石倒地了，我还不能走，我还有个怀表，我得把调音师带出去。都在脸，哦，不在脸上，在那个。这样说，他在那个圣母像那边来着。他直接挂了啊！那我要救一下我自己了。但是我还是一刀倒。闪现坑了，急！怎么这么急呢？不下板子，没必要。拍不拍？来拍照，不拍你没法打。反正约瑟夫是蓄力刀，我当他面翻板都不要紧。应该不会给我一刀吧？我要看一下吧。这下好了，全炸了！我救不了人了，幽冥也救不了了，先知也救不了了，调音师也救不了了，调音师还要死。挂上，然后再通缉一个幸运儿，这边顶多丢两台，还差一台。哟，摸好了，那还可以打。幽冥不会倒，幽冥吃一刀的话30秒，闪现还有 CD，目前还没好。我估计赶到二挂了。这个应该是挂死就。前肢，刚才有没有看见我信号啊？还好他来了，快点快点快点，直接点了，没了。
哦，平打喽！应该没一刀，他刚才有裁判通缉，这边先知的话，要苟一下，先知走啊，他肯定要来小门的，好吧，追佣兵去了。 佣兵应该能走地窖吧？我看一下。其实我想把佣兵带出去，但是他万一有地窖的话，OK。 小木屋直接修屠夫，应该是杰克。舞女修小门了，找我来了。你还没封窗？ 完了，我也没，我跟我坦克用了，怎么慢翻了？血的教训。 可以，这鸟灵性。我就说他怎么给我套了个鸟。我看看下一次去哪儿，带他环游一下世界。 追了，那我直接发个信号，应该三连有佣兵，直接找佣兵就行了，给佣兵加个 buff， 干他慢翻就很亏，如果快翻的话就吃不到那个乌刃，其实都无所谓，我吃了个乌刃就直接转墓地了。我并不知道佣兵修的哪台，所以我重新骑一台吧。先骑一台先知去骑一台红毯子，或者是降到中间的，然后最后的电机就是佣兵的了。 加上他带的闪现，他没传送，封窗一刀没张狂，佣兵没倒，好吧倒了，墓地没板子，被我用完了。 大哥，先知修电机啊，还摸佣兵？你摸佣兵谁修啊？
我这还敢？赶不到，卖了，赶不到。喂，你不抓我，我就重新骑一台。多谢了，三层猴子。吃个十几刀，佣兵过来，他抓先知，哟，抓佣兵了，那佣兵有机会弹过来啊。不着急。你能跑？平了，怎么先知没过来？我本来还想帮他揍一下呢。打不打？还空了？小伙子，不要激动，不要激动。你看，误认好了，蛇皮一架，又空了，那你没了呀？那我坐车了呀，那告辞了呀，再见。又空，哎呀，子，被倒到了。无所谓，娃娃在外头，修电机，铁屁股无所畏惧。他空两无刃肯定要丢不少电机的，他亏我赚。哎呦，我走错地方了，这点真的不行。
又蛮烦。卡拉兄弟，卡拉。如果我能坐上这辆车，我就活了；如果我没坐上，我就要去世了。哎，求我呀！你干嘛呀？去世了，无所谓，临时点一台。希望他们保个屏吧。哎，接下来我失误了，我往那个起点转了。这都没炸呀！刚夸一下。出一个 QDE， 然后本体玩三秒。然后四合院，想把佣兵电击补了，把佣兵电击补了先吧。佣兵倒了，还差一台，我自己的那一台。对了，下一波我去救了，有怀表，20秒，20秒加破译加速的电击能不能点完呢？
完了。娃娃修了没停手。平了平了，压失误了。狗一下，万一又给我救下来呢？哎呀，他要吃了个实体刀，不就跳地窖了吗？难受。都不在桥上。黑白，好吧，约瑟夫。我金枪应该在桥上，哦，不对，那个二号站上面。现在开局苟着了，还是死。他应该找不到我的金像吧？我希望他不会最后一秒，然后在上面给我来一刀。好吧，我去看一看吧。我感觉不对劲。啊，那里没我的事了。应该是能摸好啊！跳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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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跳！这边打骚扰吧。怎么感觉要闪现啊？你敢闪吗？打我了，打残，挂不挂？那我救我自己，他肯定要打先知的。准备救自己了，挂完我然后就去打先知。等他先气球，不着急。哇，真的就闪现啦！
帮队友，帮到最后一无所有。没闪了。追，有洞，蹲一下，这边找祭司去。这不怕被偷吗？你这么大胆，镜像里面出来的给你一刀。该早就说了，这种地基他都敢修，命都不要了。哎，摸一下，摸你，摸你没用，你得摸我。我在这边蹲一下，他可能要回来。闪现啊！这管子他好卡呀，是我错觉吗？太高了，不拍也不过去，他在玩牌呢。好，我撤了。那个电机又没压好，我们几个人非要在那边凑着。炸了，卖了吧，还没修完，
直接点了保平吧，没机会了。自闭了。赶紧排地窖去。那边没有。也没。最后一个地方，堵到就赢了。地窖。行了，徒步在海边，那个角落机那边，小丑装东西了，会来船上的，他知道船上出现点有人。异界巨鳌没有封印的，应该是往双十一去了，并没有往床上去，可能他对自己的车技不自信嘛，而且手速慢了，下一波闪现死了，可能闪现都不需要，佣兵估计只修三分之一。要么也不发个信号，发个信号我去补一下，我不知道他修的哪台啊，他如果发个信号就好了。我先闭网麦啊，家里有人，有客人。他没用闪现的话，很大几率是传送啊，得防一手。还差一台有调香的，这边打了钻，倒了。哎，怎么还没撤下来啊？保平，没撤下来，救人输了。要么接着再去扯一次。怎么佣兵扯个人都扯不下来啊？应该是卖掉了。这边八层可能要救我，吃一句往船那个大船走。去人皇看看，人皇或者他娃娃在修。人王看看修多少了吧，没修，没动过，那就是双十一。没有没摸起来，他有怀表，让他再去救一次。
随便拿个 buff。我把个护臂全用了。换一台球吧。刘明这一波再扯不下来，那我没办法了，那就把地窖举了，那可不就保平局了。传送，保平局了，哦不对，地窖局了，平都平不了。不修了，找个地窖。蹲着算了。双十一没有，海边，极大几率是在那个挂椅子的那个地方，在他们那边。板子下了，他没那个闪现啊，把这边板子下了，差不多就安全了。这锯一定是要断的，如果我吃了这个锯，我就废了，因为他守着地窖呢，地窖就在那边。就在挂佣兵的地方，他看见我了，肯定要套路我，撞墙了，这边我直接走。估计装的是真相，拜拜的您呢，下一局吧。爱哭鬼。两棵树，马拉松跑起来，我知道爱哭鬼的弱点，跑就行了，开技能了。发个信号啊，给队友说一声，我要往目的带了。那这边先等一等嘛。完蛋，往这边往他脸上跑了，估计用一个技能我就死了，加速了。两秒，闪现交了，不亏。墓地被修了，他守不住，就看佣兵了，佣兵能不能交下来？他可能卡了个双火。得往那边带，往红毯子那边带，因为这边有两台，打到了，但没有卵用。
查我。活了，大兄弟。可以大进账了，足够了，这波时间拖的还挺好的，往上连带啊，这把自己要卖掉了，出不去了，这边肯定是要针对死。直接扯，直接扯，然后再去救佣兵。点啊点啊，大哥点啊，别等了，我只盖了一板子不点，完蛋，非要等我倒，太迟了。无所谓，带着闪现，两个人都走了。铁屁股感觉没什么太大作用。反正他输了，目的都一波被盖了一板子炸了了。这波不是特别好啊，这个春点，虽然小木屋有电机，我就把屠夫带到小木屋找我来了。我要去医院啊，佣兵三连，屠夫应该是从石像那边过来的，乌刃丢了，在废墟。刚才是一楼还是二楼？二楼电机。先修一会儿吧。抓条枪了。这电机应该是能点，娃娃修完去，如果他倒得快补佣兵，如果他倒得慢修废墟。倒得快了那就补佣兵了。挂 VIP 了吗？这边修废墟，不去三连了，三连太危险了，娃娃没了就炸了。修废墟稳一点。佣兵没倒，那佣兵还能补一下自己电机。我去补吧，佣兵的，我还得去救条枪。我靠，中脸了！
黑妹为什么这么慢啊？这亮的是佣兵的呀。哦，还好，那这最后一台。怎么都毁了一刀？过来修呀！你们在干嘛？哎，无所谓，他挂我的话，那我还有机会。黑妹打算重新起，重新起很亏的呀。哎，娃娃都没贴门，他就给我点了。我再滑回去，我假装滑，我真滑，我再滑，奔向自由。二楼，那我就正好直接修了。一楼电梯。刚刚三连那边，这边刷了一台，三连这边没有。荣皇呢？荣皇我看不见，荣皇没刷，刷到了211窗。三连那小木屋应该没有，应该是刷到了那个，应该是刷到了那个废墟旁边，没封窗啊。那接着修，还缺呢？哎，有三连啊。杨总，他没张狂无所谓的，有张狂就转电影机，没张狂就顶着修。先知估计废墟，佣兵三连吧。无人有孔了，这节课节奏炸了。目前不知道带了啥，默认传送吧。还要传送这台电机，放满加速直接溜了。亮的是先知。佣兵亮了，还差一台，
应该现在会去210床那边修，等会儿再过去就好了。两个人合力修一台，够了。带了闪现啊！啊，他炸了呀！闪现还空了。修的哪台啊？应该修得完，贴门，搓宝贝，刷喷。浑水摸鱼，带了闪现，三个人直接往这边门跑就行了。不过他压了另外一个门也无所谓，那我直接撤了。绝世人皇。这不在海边吗？现在在双十一或者角落，那小木屋是魔术师，调香师在船上，杰克，无人岛，第二岛了，你要给的庙啊。下一个不认识了，准备开球去撞一下，他会挂在二楼椅子，要不就是 VIP。不会有 VIP 吧？真的难受。他还插了个刀，鼠标僵硬的一匹，站不动。只能掉两台，顶多限制补一下人王，我都是再起一台。卖掉了，不会再救了。
我勒个妈耶！这是给了一次机会啊！搞什么？厕所也在海边。好像打尸体的。没动过。有传送。我没治愈。你不救我也不救，那就没了呀。看能不能弄根针。我觉得地窖不在这儿，我绕一下吧，双十一那边绕一下。地窖开，还真在双十一。小丑，娃娃藏一下吧，我这边用头修。
感觉不对劲，这声音好像是冲我来的。OK，那我接着修。鸟就这样交了，修不动了，换娃娃修。留了。他在抓调香，哎，你抢一个娃娃电机，你好意思？那先是没修电机，从双十一赶过来的，小船没人修。碰一下电机，感觉要出标了。然后去转小船那边，双十一。前线了，好像锯到板子了。他刚刚发了个信号，这佣兵又不见了，估计不想摸。他要秀，他要给秀一手残血救人。打得很散啊，正好把他摸好了，去救人，你还修？哇，还修？完了，娃娃没了，撞了。不完，反正这台电机是压的。还差一台谁的呀？先制的那台应该没亮吧？哎，好像我还可以贴个门，可以，来试一下。没。压好了。救不到啊，佣兵呢？佣兵救一下呀！哎，没了。怎么佣兵不救人？刚才调试不是发了一个加好的吗？那看来是没加好。
玩假信息呢。不想吃个钻，吃钻麻烦。我没吃钻，你要是打佣兵的话，我能选呀。好像是开门呐、啊，还在这蹲蘑菇。有闪现、啊，估计要等我治愈。打中了，那我撤。还好没吃钻，吃了钻我估计我就起不来了，平了。下一局吧。这让给别人修的，上面有个人应该结石给他修，绕一下去终点或者旋转木马，旋转木马没电机终点修，他好像没听气啊，因为那边没电机，他要去鬼屋，他要去鬼屋拿，我估计连封印都没，推的话应该是往起点推，结石这边在娃娃修，我想要等我往哪跑啊，他如果推我的话应该是绕终点，别来啊，他就推过来结石就要死，算了给他修吧，我重新起一台去鬼屋，去到鬼屋了，娃娃死了，那我这边直接去帐篷吧，说错了，直接去帐篷，那我正好补娃娃电机，他肯定要去结石了，他就装了个听器，走好啊，修完正好再补一下终点，准备给鸟了。给他一个鸟，让他少一个3%的减速，无所谓的，一个鸟挡一个狙，早给早好，免得又背锅。二级狙了，下一波狙死了，躲不掉了。终点修一半，先支起一台，佣兵修了不知道，佣兵未知，补一下佣兵，然后终点被佣兵点了，然后旋转木马，旋转那边有人起，那就是旋转木马和终点了，或者鬼屋里面。果然鬼屋里面，那最后一台是终点，起点应该还有，只要这个磁铁灵性一点，重新去取一台，土伯肯定是要手电机，重新取一台就好了，他修我走补终点，他重新取一台土伯就守不住，就把他手电机，然后就是救人问题了，没人救。我刚说一声嘛，我去压击中。
吃点救吧，不然他要赶不到，或者他不救，那就炸了。我希望救了下来吧，应该磁铁，他这边在打落地刀，我应该是能要好的。快点快点，接点了。带了闪现，这边顶多死一个，聚一下无所谓。磁铁往这边跑，佣兵往这边跑，没带传送，足够了。确实死了。队友不发信号吗？不发信号，我怎么知道你们安不安全？我自己看吧。好啊，等会再等20秒，看一下磁铁。有结束了。